稍微得意，稍微愚昧，稍微理想，迄拢是借口。就是讲简单，就是要满足迄个眼呢，欲望呢。你看那生意搞啊，大家讲，大家讲个，讲个一大堆理想，伊后壁意思是啥？就是钱想完了嘛，听我的嘛。现在大家我那种尊重你，大家拢是头家，你我那调的是另外头家啊。啊，这个这是真简单，咱就当是说这真容易呢。所以，第一个定罪一时下的，第一个就讲咱做经济。谈真真，以前真个过程，咱要安怎破着以前的罪业呢？心若真正平心，心若无欲望的心，心若无贪心的心，无怨的心，过去心所有的罪业当中解脱啊！为什么？那些那像山高人，他用吞病啊！山高安尼山，什么叫山高？因为有别人比咱较悬。所以咱比人家亲，咱比人家低，咱才希望个恶意恶意卡，还留来，那甲咱团结啊！所以别人的欢喜呢，都是咱的财产；别人贪贪心呢，都是咱的功德。所以内外明天不易西方。咱若对我彻底了解的时阵，西方就太干净。什么叫对我？咱心里想啥？外口咱感受的是啥？咱外口感受和内心所想的是有什么差别？当然，外口袂当如咱的意，咱的意就来，外口呢就我。外靠一路大事啊，中国。外靠在做啥？我的理想，我的目标。意思讲，其实所谓世间的道理，就是为了一个平衡，平衡平等。所以咱去看全世界所有的在乎，有的人在乎遐济，有的人无在乎，有的人食饭都问题。你有发现哦？全世界这所有的这个流通来的，全世界是共同一个目标，就讲每一个国家伊拢会家己会当印货币、印钱，但是伊拢一个经济，或者讲市场的供需，伊的内部会无够，伊来执行一定要一个经济，伊有在那个做项目。根据这个社会国家的共同需要，一边一边平衡，伊无必要讲，当你印一堆的钱，结果吼，纸后摆迄个钱变成纸钱就无效啊。货币跟货物要平衡，啊，货币呢跟人力呢也要能够平衡，所以货币的价值啊，是为人的认同来产生的。像印度讲，印尼。一百块美金就等于一百万的那个印尼票啊，一摕一张美金的钱就去印尼去发财啊。但是呢，印尼的时阵，一张飞机票，咱啊飞机票，咱啊买一万，人家可能啊买一百万，你看看。所以吼，这个价值是有得定的，价值是共同认定，所以不是绝对标准。所以不做此修，如何道平？那咱咪真正你了解调整咱的心境、咱的观念、咱的想法。咱好啦，咱即马以咱的心境，咱到遐要创啥？到西方。咱即马要去西方，咱想要结婚人款，什么意思？咱要结婚，什么结婚啊？结婚，我结婚就是怎样去依赖？你一定要怎样去娶一个人？是一个家，两面拢是同样那种认识，你怎么结婚呢？叫做志同道合，啊，做事也咪同款啊。要去向人投资，嘛爱志同道合，大家共同理想、共同目标、共同愿望，
共同的需要，啊，你要达到平衡，达到默契。所以咱去西方，西方叫世界，阿弥陀的世界是啊，甲咱讲清楚啊，讲叫做平等、清净、自在，这就是西方，西方的心境。所以咱头前你讲，你看这的佛菩萨这这是法界境界，是咱在讲哦。咱为什么要选佛法界？菩萨法界？这种程度，咱已经要怎样？因为佛法界跟菩萨境界，叫做平常心，为平常日做平常代志。你看这，咱是经常在讲说，小人冤枉为小人，君子乐得为君子。